好，同仁大家早哈，我们现在进行第五次会议哈，先请秘书长来宣读第四次会议议事录。宜兰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九次临时会第四次会议议事录，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29日下午32分，地点本会议事厅，出席议员黄定和议员等32人，类起见人县政府副县长吴泽成，公务处长陈春锦，工商旅游处长陈长伟，教育处代理处长曾秋香，农业处长陈德兴，检察局长詹永茂，消防局长许双宇，社会处长刘富美等，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，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，主席陈议长文昌，记录陈洪某，主席宣告开议，报告事项，依主席报告签到议员已达法定人数。二、秘书长宣读第三次会议议事录。三、吴副县长泽成率工商旅游处长陈春锦，公务处长陈春锦，工商旅游处长陈长伟，教育处代理处长曾秋香，农委处长陈德兴，检察局长詹柳茂，消防局长许双宇，社会处长刘富美等报告本县遭受煤及台风肆虐致电力、电信、农业等严重受损之灾后复建情形。大会决议因县长未列席，择其再行报告。三位下午3时41分以上。好，请问，来，一定啊，议事录没问题啦，我希望清点人数啦，走。请点人数啦，好好好，啊无叫高督鹏来看者，好啦，迄个者啦，哈，叫高督鹏来看一下啦，好，休息啦哈，迄个者啊。无啦，叫高督鹏来看你啦。
树头头啊。好，同仁，我们继续来进行议程哈。那我们现在请那个相关啊审计室的哈相关局处来列席报告台。